有天使施法，我都想真相。掌声欢迎到作文室，为大家教一个广场舞。掌声欢迎张颂文老师，为大家教一段广场舞。等一下，这些你们搞最好的。韩老师也来跳一个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我学都学不来。绝不许讲，我就要讲，不许讲，我必须讲。我必须讲，这好啊，这保证啊，我必须讲。这一家方言就太好玩了，行，来一个，管他嘞，让你别哭，我给你看看。要是话太多，蹭蹭啊。你看啊，你们自己得说句呀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河南话来说，一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河南话，我死了。我不想看着你的眼睛，你这么幽默的说我死了，简直让我崩溃。哈哈哈哈哈！在茶的上面，我播了没有？刚才我没有，上面还有很多啊。这个是自己倒模倒出来的，对，自己倒模做的。这脚的膝盖怎么着？我是怎么拿摆的？你先感受一下，是吧？没事，对，没事，你就拿那个平板。我之前也砸过，对吧？如果你觉得一个不解恨，你砸两个都可以。哎，真好！退后！我要开始装逼。番茄不漏。谢谢。好，你转他，转大嫂。谢谢，我接。我不会的。好嘞，那走。我就怕你会。啊呜呜呜！啊呜！啊呜！啊呜！阿姑，番茄不漏。不能一般来这个，来一个。How you get？ 你快点，我们家别说话了，行吗 ？Who's out here？你问你是啥屌，我都不敢打你。你已经在火坑里了，你已经在火坑里了，你已经在火坑里了，我已经在门里了。老婆，我我演的曹闯呢，是咱们第一个单元中出现的第一个内鬼。我拍到第十一集的时候，我都是一直按照一名好警察演的。可是忽然有一天说我是内鬼，你说不招谁了，你知道吗？不够火了啊！来，咱俩人命关天。
天我们真的是为了救他。我们不是人命关天吗？我们明白，帮帮忙。你明白什么呀？帮帮忙行不行？我帮你我怎么办？我们他妈特刑在全上愣着呢，我把这一个星期给到你，我就全完了。视线先过去，看他过去之后，车过来再打分。好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啊？就这么一个。啊，这样的话他将来就好做这个车的转弯，就接一个了。一二三，哗扔，他俩反了。一二三，哗扔。哎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哎，停停停，我约这边是吧？好嘞，来，没事没事，再来一个来。这前面全是卡子，按道理他跑不了了。哎，我错了。啊。我错了，前面好像也有一下错了，你俩再来一遍，来。哎，一二三，走，唰，回正，走，唰，回正，走，直奔中华。真是，你看看，小助念你们两个人都做不明白，你想这事让我们俩做，还得说着词儿，你知道有多难了吧？我们就单拍一个方向。好，单拍一个方向。我反应不过来，好，换算。不甩掉警察吧，我有办法。你听我说啊，是明天，明天你给他打电话，让你明天发什么过来，我跟他说，我真的有办法的。阿胜，我说出来，明天你给他打，你不要说出来，你明天不要说出来，我来怎么办？说出来。好有力，好有力，好，来，演员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这种戏，如果你假山或者是做反应不对的，包括他们让我带护膝，我也不想带的原因就是，我跪在父母面前，一下跪下去，那个膝盖的疼痛感是有的。如果你穿上护膝，你特别放心大胆的跪也不对，那个疼痛感是其实是演不出来的。所以这就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普通的一场戏。做的实验就是手套，里面是粉末，绳子有了吗？把火吹起来，然后它，这么多很够吗？得扎一下，就是挤着点，一二，可以啊，就这意思，两根香拿火一碰就炸了。所以咱们俩是这个位置，尽量要扎到打到这个位置，所以你别太近。我们这里再要低一点。来来来，来了。右手边啊，好。这个办法通行之后，我们就不用那个你们组了，申请专利。你看你们组一个整个把我们翻满下楼回去了。过的愉快时光结束了。再来啊！来一个，来。自己说。哦。万岁！这么厉害！我这。
刷一个出内。有天仔细发我都是